同學們，你哋好！中華武術源遠流長，博大精深。喺民間裏邊，流傳住好多小人為之嘅傳統武術套路。喺呢度，我同大家一起學習傳統嘅螳螂拳，係小虎眼。 呢一套拳係螳螂拳嘅基本功，佢係好容易學習嘅，樸實無華，注重實戰。呢一套小虎眼拳嘅結構裏面有螳螂嘅勾手，勾手係利用後三指兩個手指。 接起嚟，力點就係喺後三指勾手，又叫做彩手。彩手係兩隻手前後彩，前後彩叫做彩手。插掌，插掌係五指並攏，四個手指伸直。 向耳仔旁边直插，叫做插掌。撞爪系立手之后反方向嘅力撞，撥掌，还手撥掌，撥打对方攻击你嘅拳。 或者爪拳方面有冲拳、冲拳、圈拳，圈拳嘅力系喺拇指嘅边缘，圈打、圈打、冠拳。 冠拳系手背击打对方嘅头部，崩拳同样系攞手背由下怀上边出去崩打出去崩。 崩！我哋螳螂拳系注重九节放松，每一个关节位都要放松，用最后嘅寸劲，即是讲爆发力去打击，就练起嚟就比较容易学。崩拳嘅力系从呢度开始放松，到一揽到。 就要发力崩，放松手臂，最后发力，呢个系崩拳。仲有劈拳，我套路里边有嘅劈拳系双轮臂，从左到右轮臂劈打。 从左到右轮臂劈打，截拳，立手之后，手立住对方嘅腕，压对方嘅爪关节。腿法有螳螂拳嘅截腿，截腿系用。 脚掌嘅内侧勾起，彩手之后双擒手勾起脚截打对方截，呢个叫截腿，力点系喺脚掌内侧勾起，先弯曲膝盖，再用寸劲发力。 向
左前方撤出，仲有铲腿，铲腿是用脚的外侧，力点在外侧的边缘，勾起脚，勾起脚铲出去的，先弯曲膝头哥，铲，铲，系，抄腿，七星步抄腿，是先将人的重心半蹲之后，踩手，踩手之后将重心移过嚟，脚弯曲，弯曲，脚掌勾起嚟，脚勾起嚟，抄出去，亦有跳步七星抄掌，立手之后抄，手掌是推出去，脚是抄腿抄出去，再跳瀑布，这手圈落嚟，上前跳步抄，套路里面是比较容易学，希望同学们经过认真学习，你一定功到自行成。多谢。现在同大家演示整套螳螂拳入门套路小虎岩。请同学们同我一起学习螳螂拳入门套路小虎岩。
同學們，現在同大家一起分解動作。第一段，抱拳亮相，側推掌，撲步，立手，弓步推掌，提膝，雲撥掌，虛步，勾手亮掌，彈腿並步，弓步立手，上步衝拳。第一段我分解成五個組合，請同學們睇睇。組合一，立正抱拳亮相，手從踝上右到左，右放鬆手臂，側推掌，爆發力，手臂是攣的，收回肩膀，撲步，立手，這裡要爆發力，弓步推掌，這個是第一個組合，請同學們跟我學側面。背面，第二个组合，推掌之后，云拨掌，丁步，勾手亮掌，侧面。背面，第三组合，弹腿并步，侧面，背面。第四组合，立手冲拳，上步，侧面，背面。
下边第二段组合。步上撥下勾，弓步架劈，回身弓步輪劈，斜步立手丁步劈拳，跳撲步勾手。立手弓步冲拳，蹬腿冲拳，马步劈拳，原地360度旋风腿，动作分解组合一。击步上架下勾，弓步架劈，側面背面第二。上弓步輪劈，斜丁步立手劈拳，側面背面跳撲步勾手，立手衝拳，這裡依家是側面的動作。第二段第四个组合，十字腿马步劈拳。第五个组合，原地360度旋风腿，马步架打，側面动作分解。背面动作分解，上步踩三手冲拳，側面动作背面动作，
第三段马步压爪，弓步压爪，弓步架打，马步架打，立手上步按掌，弓步推掌，脱手活步圈手，马步穿插，上步贯锤，回身劈锤，转身崩，弓步勾手，扑步。第三段分解组合，第一组合马步压爪，弓步压爪，弓步压，马步压，侧面动作，弓步压爪，马步压爪，背面动作，第二组合弓步架打，马步架打，侧面动作，背面动作，第三组合活步封手按掌，弓步推掌，脱手圈掌，马步插掌，侧面动作，背面动作，第四组合上步封手贯锤，贯锤，弓步劈拳，侧面动作，背面动作，第五组合側面動作，背面動作，
第四段从弓步、扑扑步开始，立手弓步冲拳，十字腿呢度系弹腿，提膝双按掌，虚步双按掌，两个彩手之后穿掌，原地单飞腿脱手，击扑步双拍地，后扫堂半周，上步双彩手，七星步弓步撞针，现在第一组合扑步立手弓步冲拳，侧面动作，背面动作，十字腿呢度系弹腿，双按掌，弹腿，虚步按掌，美人较劲是第三组合。这里是第四组合，单原地单飞腿，拍掌，提膝，第四组合，后扫堂腿半周，第五组合，双彩手七星步，上面是侧面演示第四、第五组合，美人招镜，原地单飞腿，拍掌，扑步，后扫堂半周，双琴手七星步，弓步撞针虚步。美人照镜，原地单飞腿，拍掌，扑步，半周后扫堂，七星步彩手，丁步撞针，
下面是第五段分解。组合一，上下上抢手。组合二，脱手抽腿，盖吊步抽掌。组合三，立手灌锤，组合四，马步劈，圈锤，马步劈，弓步圈锤，组合五，七星步，弓步灌劈。第一组合，下上抢眼，侧面，背面，第二组合，七星步推掌，盖跳步，七星步推掌，侧面动作，背面动作，第三组合啊，回身立手劈拳，側面動作，背面動作，第四組合，側面動作，第四組合，背面动作，第五组合，侧面动作，背面动作，
第六段完整演示。撲步、立手、衝拳、左撲步、立手、衝拳、七星步截腿、鏟腿、回身劈拳、回身崩爪、弓步勾爪、撲步、立手、弓步推掌、云拨掌、钉步、勾手亮掌、退两步、击双掌、提膝对拳、钉步、亮掌、立正、收息。动作分解，第一组合：扑步、立手、弓步、冲拳、扑步、拍手、弓步、冲拳；侧面动作：扑步、立手、弓步、冲拳、扑步、拍手、弓步、冲拳；反面动作：扑步、立手、弓步、冲拳；扑步、立手、弓步、冲拳。第二组合：双擒手截腿。震脚、铲腿、回身、灌拳、侧面动作、背面动作、第三种合：弓步崩爪、弓步勾手、侧面动作、背面动作、第四组合：扑步、拍掌、弓步、推掌、背面动作、第四组合：侧面动作、第四组合、背面动作、第五组合、推步、提膝、双对拳、收息、侧面动作、
背面动作。同学们，我哋学习螳螂拳，首先要大家注意嘅系，应该我哋肌肉要放松，肌肉松弛之后，要用力嘅时候就系寸劲嘅爆发力，能够喺爆一寸一揽20公分左右就要出力，其余嘅系放松，练起上嚟我哋可能会唔会咁吃力。比如讲我哋嘅插掌，插掌我放松手掌嘅时候，抬起喺耳边，用力嘅时候仲系向前，嚟到呢度一揽插掌，就系呢度一寸劲发力，可能嘅动作会轻松好睇一啲。仲有我哋嘅劲肩膀。是要放松关节，腰胯又要松，我们要求的是步型，是马步，是要提挡，提挡的意思重心就是在我们的腹丹田之中，我们因为移动是攞最长嘅劲，所以我哋嘅重心系要向后拉，屁股系向后突一啲，保持重心，保持平衡。我哋往后时候就系要收胯收挡，我哋发劲嘅时候尽咗微微要收，好似有一啲弹性。弹出去收回来，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些，希望同学们同我一起多些练习，多谢。